出去罗六个党，那马阿各有作个爱合适的这个所在，啊，所以有点影响咱的支持者或之类，啊，当然嘛，咱的所有台湾的所有干部或之类，啊，你这个选举内底啊，帮大家遐交流过，啊，非常的辛苦，啊，总是讲。所有的事情我好多年都是放在这里进行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讲，更加非常的开心。第二点我也要讲就是，因为我是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，不但咱历史决定，而且民进党的决定我当过了，所以这个。有属于我们党教部的一个任务，所以要跟党表示敬意。阿北呢是爱感恩所有各级所有市民朋友啊，对不对？阿因为我是民进党的市民处，以这个市民的选举来对，对选举的结果，感恩民进党，非常的心塞，讲。咱民进党做了袂到，阿嘛做了袂到好，确实有足侪问题。咱来做了来关心政策。